在退役之后呢，我依旧是在每天都非常认真的玩英雄联盟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它，就是我的兴趣和爱好。我现在的游戏技术不会比之前差太多吧，虽然说有一点点的下降。从我退役以来，我都是在做一个直播的工作，然后目前的话还有在写一些攻略，这样子让一些玩家知道一些特定英雄的打法。我打职业的时间有这么多年了，然后积累了这么多的一批粉丝在支持我，然后喜欢我，包括认同我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耀。这个就跟我之前拿到多少成绩啊什么都没有关系，这个有这样的一批粉丝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就是一个荣耀。我觉得我会非常感谢他们，也非常开心。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粉丝会投给我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退役以后还是会有很多这么多的粉丝去投给我，然后让我当选这一次来到巴黎参加这一次明星赛，我也许是最后一次我参加这种大型比赛。因为我跟 Toyz 啊是一个交手非常多的一个老对手了，我觉得他当时在 SR 的时候非常的 crazy。他那个时候的，无论是线上的能力，还是一个打团战的能力都很强。然后在之后，我其实是比较佩服他的一个非常稳定，然后有能量的爆发，在后期会有能量的爆发。其实一直以来跟他交手这么多次，其实 Misaya 是一个跟进版本很快的选手。然后这一点是选手必须要包含的一个能力。因为六连杀目前的话是不会有两个中单出现的，所以就变成说，应该是两个打野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不去打野的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发挥的话就是尽力吧，对，尽就力。是自己懂多少打多少。对，我们准备很多人，我跟草莓的是想着一起打中路，一起打野区，然后去抓对面的中路，然后就很多人跑到中路去把那个中路给抓了，就是全部在打中单。应该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队友赢。对啊，肯定不我会不觉可得能说他们队对能啊，赢，啊，他队会赢，他们队会赢，就不能这样讲了。对，我们队会赢，对，我们队会赢，但是我们队会赢。是。